今日呢，我想讲一种呢食物呢叫做馒头啊。应该系咪首先系中国北方开始有嘅食物嘅一个可能类似叉烧包咁嘅包，但系冇馅嘅馒头。咁如果你有睇以前呢食人龟蒸冬嘅时候，咁啊，食人龟咪有九牛二虎之类，同埋你可以一餐食十个馒头咧。我系讲紧嗰啲嘅馒头啊。咁诶，上一次我翻香港嘅时候咧，咁咧就有档铺头就专系卖嗰啲鱼蛋啊、烧卖，咁可能十几蚊兜咁样啦吓，平咩可能十蚊兜添啦。咁但系如果你买一个好大嘅馒头咧，七年前咧就大概五蚊个嘅吓，系好大好大个，我冇相啊而家。咁但系如果而家可能贵少少，可能或者希望系香港至十蚊留下啦，咁就会平啲咯。同埋如果你有听歌嘅吓，广东歌嘅习惯，另一个人有首歌咧叫做《钻石人生》啊。2012年嘅作品，在森林和原野嘅第二曲啊，叫做《钻石人生》啊，都系讲过提及只馒头呢种食物嘅。咁我谂个大致嘅意思系，或者系如果啲人好穷嘅话咧，真系食馒头嘅啫。即使系而家嘅香港都好啊，你如果你五蚊个、十蚊个。咁你一日可能係十几蚊至30蚊啦吓，都可能真係悭地呢都够一个月嘅。